阿爸，阿爸你醒啦！等阵先啦先。诶，坐坐咧。我打咗俾佢，飞咗去留言啊，肯定佢哋逼太多嘢佢做，搞到佢分唔到心嚟啦。阿爸做乜嘢啊？我要瞓醒我自己，好啲。你系咪个心唔舒服啊？个心我唔舒服，我见到你阿妈。你点会见到阿妈？ 真咋？嗰阵同佢倾偈，倾倾下，就俾佢擦只鸡踢我翻嚟。如果系咁，即系要多谢阿妈。咩事啊？你之前心跳减慢，医生抢救，多得阿妈俾你翻嚟咋？啊！佢同我讲咗句嘢，我唔记得。我点解会唔记得？系好紧要噶。你咪肚饿咋？我去买啲嘢俾你食好唔好？嗯，我唔想食嘢，我要出院啊。唔得喎。 医生唔会批噶喎，佢唔批个批佢头，你知我好多嘢做噶嘛，我要翻工。医院嚟噶呢度，因为我同医生商量下，如果佢唔批，你唔准走噶。唔该先啦，成日都系咁。阿爸，咦，大前生，你冇事啦？ 大前生，大前生，大前生，大陈，佢唔系啱啱先做完手术嘅啫咩？系啊，知唔知公司系咪又有啲咩变动啊？我冇听华姐讲过。大前生，咁得意嘅搞笑品啊 ，Benny 啊，有份嘢。华姐，大前生，老家喺边度啊？家叔佢退咗休，飞咗去加拿大。边个笨蛋批咗佢退休噶？个笨蛋咪就系金总咯。多多咧，金总根本冇翻过嚟。坏都唔揾人整下佢嘅，不嬲都系拉噶嘛。 做咩啊？换嫂咯。边个叫你换噶？云姐，啊，小姐，老爷你冇事出院啊！哎呀，真系咧，谢天谢地啊！多谢菩萨保佑老爷你平安冇事，大步揽过身体安康。你旅行啊？唔系啊，我翻乡下退休啦。系咪多多叫你退休噶？ 系啊，佢仲俾咗大笔遣散费我，话辛苦我咁多年咧喺钱家呢一度照顾你哋。唉，而家到佢当家啦，新人事新作风，连个门锁咧都要换新。哦，把锁已经搞掂噶啦，啲锁匙都俾晒金小姐噶啦，咁冇咩，我走啊。好啊，唔该，师傅吓。 老爷啊，我以为你咧买新屋呢间屋咧就留俾多多小姐噶嘛。哎呀，我咧赶车啊，要翻海南啦，麻烦你哋住一晚都唔得啊？唔好意思啊，金小姐交大落嘅我都话唔到事啊。你叫佢打俾我，一叫佢报警，我哋今晚一定唔走噶啦。好，我边行我边话俾佢知啊吓，得噶啦，得噶啦。 阿公啊，佢问，佢问，佢问，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会咁嘅咧？前晚晒一夜就变天，连我眼屋都冇埋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冷静啲先啦，你啱啱先搭完桥咋，你系咪想转个头整冧佢啊？咁齐人，欢送我啊，入嚟坐啊！你企喺度，等等。
我揼柒仔揼咗幾廿年，先揼隻錢萬世。你一夜做冧，究竟點解要咁做咧？一間咁舊嘅公司，你都當係寶咁樣攬住？我就要睇下佢有幾巴閉。等我重整完之後，係咪真係識飛？你黐咗線啊！呢間公司係阿爸心血嚟㗎，全部員工都靠佢生活㗎。爹哋會整冧間公司，唔通真系只有钱大海，你先可以令到钱万世永垂不朽？我就要睇下我有几叻。究竟你策划咗几耐？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，等我学下嘢啊？其实我8岁嗰年就知道自己唔系你亲生孙女。你太天真啦！你系我同第二个男人生啊！天下开唔系你阿公，佢系唔会射你嘅傻瓜。我之所以一直对你咁乖咁听话。 就系等紧一个机会，方长线吊大海。你住指天椒真系难，连我呢兜老粉都唔系你对手，你真系好叻哦！点啊？执咗一只唔识报恩嘅流浪猫翻嚟，仲要俾佢反咬一啖痛啊！嗬，不过我都系跟你学嘢噶咋，我睇住你点样赶走爹哋，搞到佢一无所有。 睇住你点样对Auntie Rose嘅打压同埋猜忌，你根本就睇佢唔起，喺你心入边亲情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我学得似啊，嗬！你真系好叻，系咪亲生都好啦，人哋都照顾咗你咁多年啦，你咪咁对人系嘛？多谢你提醒我，呢张提款卡俾你嘅，里面有88000，够晒你租屋俾上期。我翻18号住啦。 我未试过一个人住咁大间屋。企到，出走。阿爸，冷静啲，唔好激动。明哥，一俾佢。冇乜嘢嘛，系嘅，系需要啲时间消化嘅。 我哋两父子啊，你话系咪真系攞夫嚟身啊？前家嗰女人呢，真系个个都唔简单，但系呢，又个个鬼死咁可爱系嘛？明哥系嘛？明哥，最新剧集《逆天奇案2》 已经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啦，北美嘅观众仲等咩啊？快啲去下载呢个 Apps 嚟煲剧啦！